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线上组日，很高兴能再次看到你们，希望大家能拥有一个美好的组日。虽然现在因着疫情，我们都无法相聚在一起，但是感谢主的是，因着网络的发达，我们都能够与彼此在线上联系。这段期间，因着新冠肺炎，我们都必须留在家里进行社交隔离，但是我们在教会不进行心灵上的隔离，所以我们更要与弟兄姐妹保持联络，与神的话语连接。让我们来看今天早上的经文，取自于马可福音4:39-40。耶稣醒了，斥责风，向海说：“住了吧，静了吧。”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”在这疫情的期间，我们相信上帝是信实的，一切都在他掌控之中，所以我们必不害怕，而是完全信靠主的带领，并且领受从他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。接下来敬拜赞美的时间，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来去称颂感谢我们的主。愿主赐福以下的时间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，你准备好赞美敬拜神了吗？无论你现在在哪里，我们一起来宣告，无论得时或不得时，主掌权，神作王直到永远， Amen。 让我们一起唱，一起拍手。主掌权，什么心呼喊，我主掌管一切，让天堂和全地欢喜快乐。主掌权，什么心拍手赞美，天使和圣徒跳舞，万物来宣扬，宣扬他掌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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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呼喊赞美你掌权，掌权，掌权，作王直到永远，作王直到永远。我主掌管一切，让天堂和全地欢喜快乐。掌权，把心拍手赞美，天使和圣徒跳舞欢呼，来宣扬，宣扬他掌权。掌权，掌权，掌权。呼喊赞美你掌权，你掌权，你掌权，主王直到永远。掌权，掌权，掌权，我们呼喊赞美你掌权，你掌权，你掌权，主王直到永远。百姓都赞美你大能在全地彰显，黑暗都匍匐在你面前，列国都战斗敬畏在你的宝座前，从天直到永远你掌权，直到永远，直到永远。
到永远。当大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我与你暂时暴风上空，扶你稳坐王，在洪水中，我要安静，知你是神。再一次，当大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我与你暂时暴风上空，扶你稳坐王，在洪水中，我要安静，知你是神，我要安静，知你是神。我要安静，知你是神。哈利路亚，是的神，你是在那患难中赐平安的神，你是那在患难中拯救我们的神，好不好？在这个时刻，让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上帝。无论在什么患难中，我们仍然的相信和依靠我们的上帝。 Amen， 一起来唱。危难临到我心，靠你，甚至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。当暴风雨向我靠近，有你同在，我不知畏惧。你是我的牧者，我所依靠。每个夜，每一天，我知你永远在身边，祝你永远与我同在，在你里面没有改变，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。靠你，靠你丰盛应许，我的未来在你手中，坚固磐石全能真神，我敬拜你。再次唱，为难临到，为难临到我心，靠你，甚至你必领我渡过，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。当暴风雨向我靠近，有你同在，我不知畏惧。你是我的牧者，
我所依靠，每个夜每一天，我知你永远在身边，祝你永远与我同在，在你里面没有改变，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。我的未来在你手中，坚固磐石全能增生，我敬拜你。再唱一次，祝你永远与我同在，在你里面没有改变，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，靠你丰盛应许在你，我的未来在你不磐石全能增生，我敬拜你。坚固磐石全能增生，我敬拜你。坚固磐石全能增生，我敬拜你。坚固磐石全能增生，我敬拜你。从未离开我